请我们的国文老师来，美人五十三省吾身。曾子啊，对，为人谋而不忠，为人谋而不忠，不忠，对，与朋友交信，传不习乎，标准答案。虞美人再次来挑战新版的一切好聪明，这次由网剧天才许绍芸搭档相助，成功一试上次两题就铩羽而归的惨败记录，会被他分神而已，那就要担心了。你现在看制作单位有多有心机啊，就是用这样的方式分散美人的注意力。不是，你知道吗？像我这样的国际巨星这么晚把我叫出来，不是有这种，你知道哈？我懂，一定要色诱才有可能，好不好？越界高颜值男星许绍芸让虞美人晚上录音工作还心花怒放，恢复水准神答各种国文题。亢龙有悔，飞龙在天。哇哇，听姐的，周易标准答案，请作答。文心雕龙啊，确定？他完全不用思考哎，这个对美人来说大概想都不用想，真的。抚慰问之用心，哇，太厉害了！文心雕龙标准答案，哇，却也看小鲜肉看到频频分神，忘了早已用完求助机会，一包题还秒喊求助网友，求笑到害羞低头。你在看，你要看我。壁虎在墙上爬行不会掉下来的原因是：脚上有吸盘，脚上有钢毛。脚上有刺，脚上有蹼，请作答。我请网友。没有了啦，已经没有了哦。你姐姐太可爱了吧？你以为？我说你今天心不在焉吧？顺哦，你现在顺了。怎么样？我说你心不在焉吧？对啊。每周六晚间8:30到9:30，记得锁定收看《一切好聪明》，一起答题拿奖金喽。